兄弟们，谁懂啊？在街区一出门就遇到了喷子帮。咱们这局是街区拿着 MP7 复活在邮局的附近尸体房，先把屋里边搜一下。好多人说这边会刷一些就是死酒什么的，从来没见过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在门口这个小盒子里经常会捡到针。后边这个储物间里边倒是刷一些好东西，这些小钳子可以拿走，每格是卖给商人10000多。另外两个这个铝的剂是好东西，能卖不少钱，8-9万。它是搓子弹能用得到，我们大概搜一下就可以去邮局了。听，左手边是不是很多脚步声？没错，就是这个喷子帮。我们过来以后要架个枪，他们已经进屋了。他们是从酒店那边过来的，就是马路对面。我们的复活点其实离这里挺近的。来到第一个，他们肯定分配好谁去搜楼上。楼上是比较肥的，我替他们把想舔肥的这人干掉。不用谢谢我。队友来了，应该后边还有人。屋里俩人，后边还跟着一个。搜出租房的人过来了，我们直接架住这个口。这个位置他不好看我们，而且这个木门是可以穿的，直接给他干掉了。嘎掉一个以后，另外一个也过来了，就在这个走廊里。感觉是进步已经架枪了，胡乱打个天枪，果然给他吓一跳。我们这根枪没跟好，又是一把喷子，三个人全是喷子，喷喷队过来以后直接给他打掉了。我们浑身上下只有腰子承受了左右，我们上楼修下腰子，直接去舔包。一楼的这个人是一把连喷，先把狗牌拿了，知道是什么装备就行了。看看屋里的人，这个弹挂甲可以拿走，143就不要了，这个枪确实有点拉。另外一个是一个毛喷，最近用毛喷的人还挺多，他还带了另外一把枪，也是一把破枪，其实都不用捡，自己甲可以捡了以后回去跑道用。真是裂开，这帮人拿的枪是真的可以，估计是被一些脏东西打怕了吧，以为在赶了以后这些东西没人捡。其实一会儿玩家 Scout 进来以后，这些东西都会被捡走的。他们身上没什么值钱可拿的，头盔给他摘走吧。我们就把这边二楼和一楼全部搜一下。很多人说游击肥，但是他每次来以后感觉并不肥，这个地方需要刮地皮的，每个地方每个书底下各种包都要翻一翻的，尤其是一些文件夹里边会有一些情报纸，然后刷食品的区域会刷一些月光，纸壳子里边也要看一看，会刷一些大牢什么的，一定要搜刮仔细了才能变肥。我们把邮局搜了以后直接去书房公寓，这边还是比较肥的。路上遇到一个讨厌的 AI， 他上来就给我丢颗雷，还有一个嘴碎的，真碎呀，骂骂咧咧的。我们进屋压个子弹，准备去15号的时候右边有人来了。我们右边是十字路口，他跟人打起来了，两个人，那我得去看一看。十字路口是有一个餐厅的，餐厅里边经常会有人打架，有人会在餐厅里边埋伏从这里附近过的人。准备想过去的时候，左侧来了一个 Scout， 这个脚步声就是玩家 Scout， 只有他们才敢在这个十字路口这么大摇大摆的跑，再舔一个尸体，系统的一个尸体。直接给他打掉了。我们这一枪打出去以后，右侧的人肯定警觉了，然后就不动了。我们得把这个人搜出来，不确定他在餐厅的什么位置，一点点先晃吧 ，pick。实在是不漏的话，骗不到枪以后只能丢雷了，拿雷逼一下这个人走位。我第一时间怀疑是应该在更衣室里，有点像更衣室，其实那是一个洗手间，咱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叫更衣室，因为他有一个窗帘老是遮着他。可能吃东西吧，把衣服弄脏了要去换身衣服也合理，拉个窗帘什么的。更衣室里没人，哦，洗手间没人，应该是在前边。我们再转一颗，丢雷的时候还在想，我那么包不会被人偷吧，别一会儿在那丢雷的时候我们的包被人拿走了。玩家 Scout 复活以后一般就是来车行、邮局、十五号公寓，听到雷声以后有可能会过来，赶紧去看看我们的包，别打打架包真丢了。右边没人，我们确定包还在，得回去了。啊，没死没死。这个时候听到他抬了下枪，这个抬枪暴露他了，他还在里边。
应该在餐厅的左边，我们得往前再走一走，从另外一个窗往里边看一看。这门倒了一个人，这个任务失败提示吓我一跳，看到他了，在吧台假扮收银员跟我一顿对射，他难受了，直接腰射，抬头本来打不到的，他一抬头打到了，我还收枪了，正好打到他眼睛了，应该是我们的枪口都红了。他在吧台在那儿假装收银员是吧，装备还挺好。这个 M4 大家别看这个样子，因为它是 bug 改，现在已经不能改了，以前是有 bug 可以改的，就是喷火龙的枪头加个消音器，但是就是烟特别大看不清，就把镜子架高，但是会有消音器，不像以前那种全地图的人都能听见。他的装备可以拿一拿，五级当管甲拿走，火人头拿走，然后一会儿得看看门口那个人是什么装备。这个五级当管甲其实我挺讨厌的，站的位置永远是这么大，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拿不走。门口这个头盔可以拿一拿，主要是看到他这个五级甲了，目前这个甲很受欢迎，有一个蓝色的铁甲小宝挺好用的。我们回去看看我们的包应该还在，去包里倒腾一下，我们包里还有东西，不准备去书画公寓了，一般这个时候已经被去过了，有可能是我们打掉那个人去的。现在街区所有人去完物资点就已经溜了，怕被 Scout 围剿吧，一般前十分钟地图的 PMC 基本上就跑没了。想换包的时候感觉有人过来了，果然一个玩家 Scout 偷摸摸的在那儿进步，赶紧倒腾一下我们的包吧。瞧一瞧看一看了，戴面罩的火神头买过的都说好，快把我放到背包里去。甲可以埋掉，把我引到草丛藏起来，可以找地儿埋了他。猫桑后天就给你带回家。整皮小蜜蜂街区大家首选，我大西井是一个 W，是神虎换了茶壶带我走，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。直接开溜呗。疏散区整理好装备以后就感觉没必要再去任何地方去了，本来还有车行可以去的，不过如果车行真耍小黑了，这会儿的应该已经被人拿走了，我们可以去疏散区撤离了。